绿的，好 OK。进入婚，我不上了。来，我挂手套，来倒沙缸。哎，卖帮忙救我的呵。妹，挂光下。今天快掉。母的哈，还是有蛋，好啊。嗯，哦，繁殖期上长啊啦。去年五六月就开始拢拍着这。冲了、啊！这么敏感，对面。有一只绿鬣蜥，在这边。来看看下面，旁边这边都是头坑，这是绿鬣蜥挖的洞。是他挖的，绿鬣蜥挖的洞。这是一
到底差啊？哎、欸，哇，恁会出来等加炒啊？啊，等一下，舆论下底哈，我过。你就是站遮哦，会惊吗？好。现在种了草啊，再当啊。放落水，啊？放几包粉？放落水吗？哦，你爱说你哦，莫出了。若危险性抓袂着，算啦，安全就好啊。你有这条哈？好，这里这里。手爱细里哦。好，我接到。搬动。好 ，OK。这里你先甲粘一下，倒了一下甲粘的。完全没倒。大哥，你嘛来看你这丝啊？好。哈哈。看到大概有五六只小宝宝在爬。啊。嗯，我给它录影录起来。嗯。我宝宝都孵出来了，五六只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怎么吃到我们？哈哈哈！就是在这里抓大的。哎。哎，都是这里啊。哎，都是这。啊，用弹弓，弹弓甲劈啊，用这弹弓甲劈。啊，点点点动啊！这无蛋糕啊，大哥你大只啊？哦，刚好路过。我妈回，在我妈回家。哦。啊，你是不是点动？
这无蛋糕啦嘛是掠到，我那卖伫狗边啊，伫蹲的吼，也会使食啊，伫狗边的，就是市中心啊呢。嗯，但是爱蒸汽区的啊，你啊狗边的就好蒸生啊食啦。他袂过那山，嘿，啊无爬上爬下过草，就啥呢？嘿，嘿哈，那假日啦吼，就出出笋安尼啦。你们多少呢？足多啊。哎，我你跳叔叔和叔叔翕一个啊。那是小肩膀的，安尼爱夹地大块。无，这已经伫外口生摊啊。这是外口生摊。这是外口搁生摊，因为囝细只，下骹看嘛拢规堆啊。呀。嘿。安尼生细只。一只狗。这算中的啦。嘿。嘿，这足多。林子。这只囝，这是已经外口生蛋啊！大哥，你产这只应该定看吧？呀，啊，叫你产这，食菜，但是较袂，伊袂食稻啊啦！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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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啊哦、有啊，我只讲伊种伫外口，伊种伫外口生蛋啊。哇、嗯嗯哦，这大大小只都有哇，这种生蛋啊。哦，天哪！哎，迄个甲摕落。哎，我唔拍了，我是去坐坐车安尼。来来，你拍，来我过来一点。哦。乖乖。啊，抓一下是没关系啦，哎，抓尾巴，抓尾巴，就这样抓着，抓着，抓尾巴，哎。哦，还蛮重的嘞。白龙，你是，你讲你拢快点，那个损失多少多少啊？系啊，利润亏了足多啊。这种饭啊，这种外口生摊的，生足多，抓袂了啊。抓袂了啊。种稻啊还好啦，种菜足够算长的，种菜大家啦，种菜农民啦，敲电话甲我报讲，哎某人啊，你这礼拜是要落来无？进来你啊，哇。我台中。哎，我拢是台中啊，假日啊好，在庄卡，台中无。嘿，都李林啦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拢有啊，嘉义嘛有啊。哟，这大只，那二位。这大只，这大只，老大，几岁啊？可能超四五岁啦。但是伊这个大吼，足紧的，像伊这。啊，那细个哈。伊细只就较青。啊，大家拢。哎，那边家也是空的啊。这袂尴尬吗？哎呦，就这种冷啊，这也较这种冷。这就拢有卵啊，有一完出来吼，过年吼，基本上伊就繁殖能力啊，伊就我都生蛋啊。哎，这卵足多啊。啊，像这大只伊到尾啊，你若无抓着安尼，伊会当大到超两米啊。啊，看网络的资讯报告，伊是讲哦，大到超两米，爱当活超十至十五年啊。啊，外国的吼，嘛有讲活到二十几年的。啊，伊这一年放屁，全部拢在生，讲是讲一年生一斗，嘛人讲两斗，但是其实阮不管是哪宝的。伊食食量是大。食量是大的，迄人。迄人若拄伊若拄种了，有无？
种土豆的啦，啊，讲迄芦笋的啦，好啊。哦，土豆卖价。咱拢话要无收的啊？无。所以这拢自发性的，这拢无偿的啦，这拢无当交，足侪人当做是有当换钱，有当交没有啦。啊，这等下安尼，你这等下看啥？会啦，其实阮在话倒几只伫咧轮咧，轮咧就是像咱边仔有迄人个荒地空地啊，迄话轮咧迄种个，无伫咧沟边个就麻烦。沟来这个啥？哎、欸，我边仔有两向坐啊。哎、欸，拢伫遮哩啊。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阿哥去厝阁有哦。应该阁有啊，我就讲车停下就照看着啊。哈哈哈！对啊。好啊，你甲客，咱搁看一下哈。物件客关起来，客搁来看一下哈。我嘛是安尼，位啊靠过来，我停对面就看到，啊，再搁上来遮，哎呀，搁往下搁看嘛。啊，就用这个平安尼哦。嘿，用灯光甲拍。你想到瞄准嘞？一个手感啊。我蛮说好奇。哈哈哈。哎呀，搁要看嘛。来来，迄个表给我哈。嘿，恁等下我诶。哦，啊，你一家伙拢咧掠这哦？无啦，我有偷偷咧做啊。啊，做摆那边摆来咧掠这。嘿啊，啊，做动作运动啊，我大块我动作减肥。哈哈哈！强迫运动啊。有啦，应该头前搁行一下，都有啊。系啊。啊，大哥，你种菜你无咧注意？我看你你这是比铺上网贵啊！哦，哎，我讲买两杯酒，我看不相宜啊！哎，我讲这是两杯酒呀！这多啦，我今个忙。啊，是拢放一箱嘿。这真侪讲话，有的人讲是讲繁殖场，话讲叫小麦的时阵，就规个甲倒去外口。啊，这拢是生蛋，这种当作是你饲饲无爱蛋的，其实唔是，这拢已经生蛋，为细汉大汉拢伫遐外生。这种奇怪的感情啊！哈哈哈！哈哈！那边一般上主张都不动。嘿。没有这两样条件。我辛苦你们了。我辛苦你们都牺牲你们的价值。他袂当厝的，干那要用电脑，这年囡仔，当厝的就是电脑手机啊。出户外较好啊！你敢食无？要吃看看吗？不要！哎呀，哎呀！阿仔讲，那个炒三杯很好吃哦。哎，那怎么炒？我三杯就是炒三杯啊。哎呀，你倒哦，你若不爱剥皮吼，皮就是爱像咱台皮啊咧，无爱像烫烫硬毛啊都掉。啊，若要剥皮，就是整个甲烫掉，拉细卡啊那个烫掉。好，我干净的地方啊，我叫两只阿你啦。好。看着点，龙虾细只，好，啊不，无安用迄狗仔啊，我惊迄只狗仔对人歹势。我怕，好，等下不敢，只有一个人敢吃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这就是它膜，就是这膜啊。啊，身上都有膜，你要烧水烫烫的，啊膜啊甲撸掉，啊就啊肚拢淋掉就好啊。哎呀，你这样讲，哎呀哎呀，真 Q 嘞！你们常吃哦？哎，对啊。中南美洲吼，这种是食用肉品呐、啊。嘿，咱台湾人无了解，可能会惊，啊，就讲哦，嘿，安怎安怎。其实咱外国这是食用肉，搁养殖场咧饲，嘿，网络上那种资料啊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哦。好 ，OK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没啦，好，拜拜。他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珍嫂。好，今日我们探访个时间，好，当地移除的绿鬣蜥，好，想到要移除绿鬣蜥咧，就是咱敢若讲是农民的代志，嘛真有可能是咱每一个人的代志。安怎讲呢？因为绿鬣蜥若伫个泛滥的所在，伊若会去食遮农作物，甚至吼伊会去破坏遮河堤，吼，甚至桥梁的地基，甚至伊嘛有可能撞船，害人滑倒，害人车祸。哦、所以吼、哦，这嘛真有可能是咱每一个人的代志。啊，今日伫咧移除的过程当中吼、哦，阮嘛伫路拄到真侪许熟悉阮的网友，吼、哦，伊嘛真侪甲阮加油甲支持。而且阮嘛真感谢遮的吼网友甲阮支持，吼、哦、嘛真多谢恁。吼、哦，啊，另外阮嘛拄到吼许网友吼、哦，有三个网友，吼、哦，其中有两个甲阮特讲要当个订药啊，吼、哦，啊嘛有一个。伊是讲因朋友有兴趣，所以我嘛送一只给伊，给伊当去吼煮三杯，吼，所以总共吼送给遮个农民吼，遮个网友吼，总共是送给伊六只。啊，我嘛特别甲伊交代讲吼，当去咱一定吼爱煮好熟，吼啊，其实吼绿鬣蜥伫迄中南美洲其实是会当食的物件，是可以吃的，甚至因个开发出讲吼罐头。阿毛公毛天毛开发说那个繁殖场，繁殖场出来应该是供人类食用的肉品之一，所以吼、哦，千万唔好甲这绿鬣蜥吼，甲伊夸张的妖魔化，吼、哦，其实是会当食的，你只要煮好熟就会使嘞。还是咱感觉拢太过恐慌啊，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。外国人他都在吃的，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可以吃嘞？啊，再来，哦，伫遮嘛真多谢大家支持，咱即马就来看讲，咱今日移除的成果总共有几只，咱来算看卖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今日总共吼掠十一只，啊吼送予迄网友可以摕六只，所以总共今日掠的是掠十七只。啊，伫遮吼嘛真多谢大家支持，吼、哦，甲鼓励，吼、哦，好，咱今日就到遮就好啊，谢谢。绿鬣蜥吼，要食拢爱伫清气的所在里啊，吼、哦，较可以食，吼、哦，煮好熟，这是重点。好，就到遮。